的生命中都有着无法回头的遗憾。错过的爱情，离开的友谊，差一个数痛失百万的大奖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扫描右侧二维码下载回声 Echo APP， 参与话题梦回十年前我想对自己说的活动，让仙剑客栈带你重回十年前，用声音记录回不去的我们。当然还有好礼等着勇敢表白的你哦。深深，你快点好起来吧。逍遥，你回房休息一下吧，一宿没合眼了，明天还有比赛呢，你会吃不消的。我不放心。有我在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有事啊，我就大叫。大叫，你行不行啊？你不是说了吗，我肺活量大。好好睡觉去。逍遥哥哥，灵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灵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灵儿，婶婶武功并不弱，而且客栈里面又有龙修和你的灵力护佑，这邪灵是怎么闯进来的？我们不是普通人，但这邪灵也不是普通的邪灵啊。灵儿说的好有道理，我已经无言以对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景八爷遭受家暴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拜月教主变了。对啊，而且那天楼哥已经把拜月教主的武功给废了。上次我和拜月教主动手，他竟然和我平分秋色，十分可疑。我觉得有两种可能，要么呢就是拜月教主偷偷修炼了什么邪恶的武功害人害己，要么呢就是有一个外来的邪灵然后附身了拜月教主和婶婶。哇，莲儿，你果然最聪明了。颓废的指尖配不上昔日容颜，信念不妥协叫人心无悔的瞬间，信念不妥协叫人心无悔的瞬间。慢点的，教主，教主，轻点，轻点，教主，你慢点，慢点啊！教主，我去买菜了。去吧。哎，等等。啊。哎呀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教主。头疼死我了。教主，教主，您醒了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教主，你在咱们客栈门口晕倒了，昏睡了三天呐。教主您喝茶。哎呀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教主。哎，好，乖，不，这到底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我只是感觉醒来特别高兴，我给你做点吃的啊。去吧。这家伙怎么回事啊，奇奇怪怪的。教主，我给您做的百花蜂蜜蒸一会儿就好啊。好大
的鸡蛋啊！啊啊，好大的鸡蛋啊！你看，有食材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胡萝卜啊！这些都是最后的食材了，情况是不是很严峻啊？灵儿，以我的经验，这一般都不是最严峻的情况。小哥哥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市场上什么食材都没有，都被拜月教主买光了。这才是最严峻的情况。龙兄，你怎么了？派来的奸细吧，我一紧张肚子就饿呀。小哥哥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要不然我赶紧把龙云哥哥治好吧，让他用月行之术去买菜。不行，你刚为婶婶治疗完，哪来的灵力啊？而且我不能为了比赛把你搭进去。小哥哥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灵儿，萧兄说的对，比赛固然重要，但是你更重要啊。哎，要不然咱们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偷偷翻过拜月客栈的后墙，偷点他们的食材不就行了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月如姐，你不能这么铤而走险，万一被发现了，我们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。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还有两个时辰就要比赛了，让我们怎么办啊？逍遥，花大伯。哎，花大伯，秀兰秀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我们两家给你凑的菜，希望能帮到你。嗯，花大伯，秀兰秀兰，太谢谢你们了，为了你们我们一定要赢得比赛。嗯，逍遥，你尽力就好，不必强求的。可是这全都是素的呀，这只能做全素宴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咱们好吗？咱们掌声在哪里？欢迎大家围观今天咱们余杭镇五星级客栈的评比综艺大赛。今天评比的项目呢是三道菜啊，除了伴侣动物之外呢，可以使用一切的优势。下面呢，我就请出今天比赛的两队，有请第一队是仙剑客栈的李逍遥。咱们有请第二队，是什么队来着？拜月教主，拜月教主，拜月客栈。哎，拜月教主啊，你就一个人吗？
龙游哥哥，你看白月教主好像又变得奇怪了。好，下面呢，开始吧。他说开始就开始吧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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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，这个菜板好像被施了魔法呀。让我来帮你吧，加油。他用铲子炒菜时的腕力不像是武功尽失的样子。我也觉得此人怪异。小哥哥，只剩这个了。这个，我，没菜了。哎，无道不屈。吴哥，接住。罗哥，你真是我的及时雨啊。谢谢重罗哥哥。教主，不服来战啊。重罗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找到你要找到人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迷路了。迷路？不对啊，你走的时候不是带指南针了吗？掉了。啊，你指南针掉了，那你怎么回来的呀？我遇到韩灵沙跟天河送我火腿，还给我指路，所以他们就把你给指回来了。我回来拿新指南针，顺便送火腿。邪剑心，你认识？喂，钟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揍他！哎，不行啊，现在是比赛，不能打人的。就是，等比赛完了再揍也不迟。我就是你，不必多说，绝不饶他。客栈的作品叫《弯画丛中笑》，请各位评委点评。我来尝尝看。咸香适度，实属极品呐！哦，辣酱提味刚好。哦，蔬菜软硬适中，我喜欢。好，接下来这道菜呢是仙剑客栈的牡丹剩菜，请。
以花瓣和蜜汁调味，香而不腻。好，花朵特有的清香和生菜的清爽相得益彰，妙啊！以蜜汁取代白糖调味，正好中和了生菜的青涩味，赞。请问评委，这一局哪家胜出呢？你们说呢？百悦客栈以寻常的菜色做出了不寻常的味道，而仙剑客栈以不寻常的食材做出了更不寻常的味道。这一局胜出，仙剑客栈。下一局，百悦客栈的银丝卷，还有仙剑客栈的韭菜炒大葱。韭菜炒大葱，这也太寒酸了点吧？是啊，这能吃吗？是啊。嗯，一语风情啊，怪味却美味呀、啊！紫菜咸香，难得是鸡蛋没有腥味。好，下一道菜是仙剑客栈的韭菜炒大葱。虽然奇特，但是齿颊留香，有趣。敢问三位评委，这一局又如何呢？仙剑客栈用有限的食材做出了无限的风味，但是不合烹饪之道，只能说是原野风味。拜月客栈中规中矩，却有创新之惊喜。这一局胜出，拜月客栈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局，这一道菜是拜月客栈的。哎，你猜叫什么名来着？施华洛世奇。四华洛世奇水井丸。不知 Q 弹，香滑无比，回味无穷，妙不可言呐。下面这道菜是仙剑客栈的蜜汁火腿。一万头草泥马狂奔而去啊，有种浓烈而狂野的气息，好像味蕾被蹂躏了，但又好爽，我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灵魂。三位，这最后一局的结果是？这一局实在是难分胜负。三位评委，你们不妨再尝尝我们家这道菜。对啊，可是我不喜欢吃素的。哎，我也想吃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就是这个最开怀的人生，就像看到了大漠的明月，瞬间把我带入了人生的苍凉啊。对于世俗的纷争完全放下了，这才是带来感悟的菜肴啊。你是让菜肴出两种味道的？这道蜜汁火腿呢，先烤后烹，刚出锅时味道浓郁，唇齿留香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它的酱汁变凉了下来，这蜜汁火腿原本狂野的味道就出来了。三位，这一局的结果是？经过一小段的时间以后啊，水晶丸子微凉，吃起来啊口感油腻，而李逍遥的蜜汁火腿却有两种味道。这一局胜出的是仙剑客栈。耶！客官，蔬菜来了。慢用啊。来，慢用。
婶婶会好起来的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教主，你快好起来吧。等你好起来，咱们十二个时辰营业，那个时候一定会赚到钱的。等咱们赚到钱，就扩张店面，招好多伙计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龙佑，龙佑，你醒醒！龙佑，白月哥哥，我没有事，我还活着。龙佑，我知道你很疼，要疼就喊出来，别忍着。白月哥哥，白月哥哥，龙佑还要陪着白月哥哥回家呢。龙佑，龙佑，你有事没事？你有事没事？龙佑，你醒醒！救命啊！快叫120啊！龙佑，龙佑，你醒醒！龙佑。看正片没看过瘾，那就点我看特别彩蛋，彩蛋高能，等你来看哦！点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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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娘这么没话讲吗？我不是大明星，我是小公举。一说话我没我知道，骂我可以，不是男人，我卡有能杀嘞！你他妈在揍我吗？吓死宝宝啦！一二三，开始！关键剧情订阅独享，独家彩蛋时速推送。吃个包子才最圆满。